时隔一年之后的附中八十一届毕业典礼。有没有吓到你们啦？我今天来找出我当年高三时考的战袍。我觉得温志祺今天太帅了，哎、欸，我小男生，觉得你很帅好不好？谢谢。那他呢？他呢？很帅，而且还长高了。那不用客套没关系。不用客套，这个就没关系了，这个没关系了。长高了。这是本片重点。不得一死，大饭吃饭。吃饭，哎、欸，这个是破千 YouTube 会有三千对吧？哎呀，谢谢。他就是他找台大一的，台大一的。这是 MV 的画面。台大一。这是 The End of the Vlog， 就是在一个快乐的结尾。对呀。哦，你不要每次都说什么。Thank you.